嗰啲过关飞啊，呢场都好多绿灯着咗噶，包括咩呢？四号嘅怒火优势十九倍变十五倍，太阳威力都有三十二倍变廿四倍，好着数十八倍变十四倍，仲有只骁勇奔腾啊，十七倍变十三倍，咁仲有大将风骚啊，三十四倍啊变廿六倍。七成三班千百四雄会不会一开闸嘅时候呢，咁大家都齐嘅，咁前面快啲嘅马呢好着意抢前呢，就有中档橙眼罩嘅大将风骚啊，再出面十周穿梭啦，埋边呢贴栏有呢个叻家今日主动咗好多喎，蓝衫呢只蓝帽怒火优势摆前啲走啊，今场再后面嘅马呢就有呢个骁勇奔腾啊，咁外边呢就呢只金鸾殿嚟㗎。再後面的馬匹呢先見到還有這個太陽威力的，那後多少個馬匹呢就是黃沙黃寶那隻呢就是勝利鑽石啦，數回入面還有這個好著數和天下寶的，暫時殿後的馬匹呢有一對白爺萬歲和一隻危險英俊來的，啱啱過了這個千二米段處的時候呢，前面大將風騷的貼欄放啦，那內欄第二位叻家在外面金鸞殿望空咁啊走啦，中间第四位咧就系怒火优势啊，再后边咧见到四五六位咧，仲见到有马匹有内栏位置骁勇奔腾啦，出边有太阳威力啊，中间夹住个马匹就有呢个神州穿梭啊，后边咧先见到呢个天下宝啦，中间红白格仔衫咧就有呢个好着数啊，再喺出边咧就系呢个胜利钻石噶，暂时殿后一对咧都冇喐过啊，就系呢个白爷万岁同埋嗰只危险英俊嚟噶。转紧翻中间啦，次序冇喐过咁啊，大将风骚放啦，叻家咧紧随第二啊，外边嘅第三咧就系呢个金鸞殿啊，再跟住后边嘅第四内栏骁勇奔腾啊，后边嗰啲七埋晒一堆噶啦，出边蓝衫蓝帽就系呢个怒火优势噶啦，再后边嘅马咧就系呢个神州穿梭，中间位位上嚟好着数啊，埋边百爷万岁同埋呢个天下宝，大外兜嗰边咧就系呢个太阳威力同埋呢只危险英俊嘅马，最后二百零米啦，前面金鸞殿咧摇下摇下咁出咗嚟先噶啦，埋边叻家一路啊挨紧噶，中间上嚟湿地好嘅嗰只就系好着数啊，再喺入边就呢个骁勇奔腾百爷。万岁都上跟嚟啊！最后百零米啊，金鸞殿俾人过咗啦，埋面呢啲嘅骁勇奔腾就上嚟，但系金鸞殿赢过乜嘅？中间上嚟百爷万岁，讲第一名啊，骁勇奔腾赢啊，第二名要影相嘅金鸞殿同埋百爷万岁啊！咁啊，结果呢场赛事咧，咁啊，整咗呢只骁勇奔腾出嚟啦，咁啊，起码呢个场地嗰度有个证明啊，金鸞殿同埋呢只百爷万岁都系近嘅。终于咁长一跑返湿湿地地，临尾都有着灯㗎呢隻骁勇奔腾梁家俊啊，三场。好近㗎，第二应该都系金鸞殿，第三呢睇嚟就系百爷万岁啦。跟住先到嗰啲好着数啊，危险英俊怒火优势呢飞就犀利啊。唔抵啦呢个赔率变咗。睇就系啦，十三一。六啦，咁长一跑翻个水准出嚟啦，千八湿湿地地，始终都系一只有分。好啦，嗱，睇下佢哋要落飞嗰啲要怒火优势啦。咁今日真系终于咧俾佢啱跑啱啦，用呢个跑摆前面。虽然即系我都心仪用佢嚟做脚嘅，但系边系呢啲赔率啊，大佬你真系。估估下啫，唔包我有人陪喎、啊，你我都话，所以咪唔中唔开心啦、啊。见到咁样落飞法，又冇个应有嘅回报啊。大将风骚走啦，冇得选择噶啦，叻家，你一早拣咗就冇办法噶啦，一早落咗就叻家都系属于嗰类死步头蓝啊，蓝啊，千八可能都唔系好够喉，二千啦。金鸞殿个十档局系咁样噶啦，佢又冇乜口嘅呢只马，照计唔会影响好多啫。非常最跑得好呢，比即係比预计呢似乎係危险英俊。危险英俊啊，即係我哋睇佢又唔係话特别快嘅步速啊，马又只不过啱放完草冇乜点拍三起货咋嘛。希望不能摆中间喺个第五位。咁下一场会更好，我諗呢危险英俊下一场仲好。俾佢回一回。啊！而家好着数出惯，站咪出站出得几好嘅，睇到。有机会啊！我以为佢系稳入三甲添啊！喺呢个最后二百嗰度，始终就系千八。系咯。如果二千添就已经搞掂你啦。等住你都开边啦，已经。系啊，惊 pick up 唔到啊嘛，打住先啦。立立开闸都打两边嘅先啦。油啲咯，真系可能呢啲系啱大师傅啲疆城。有少少闪咗嚟今年，所以见到阿汤自己都要走一走。喺呢度，万岁喺佢埋中间嗰度冲上嚟。
呢匹人馬最又係好慢嘅啫，佢唔係話好急勁咁樣轉上嚟，但佢唔斷嘅喎。胡心咁長啲仲好喎，呢匹馬真係犀利。哇！又爆尾啊，大獎風騷。